The time for lanterns and mooncakes is here again, and the Singapore River is dressed up for the occasion, complete with cultural performances, games, and zodiac lantern exhibits drawing excited visitors and shutterbugs. But the bigger attraction that has drawn even Chinese actress Vicky Zhao away is the Taiwan Food Street at the entrance of the Red Bridge in between Central Mall and Riverside Point. A total of 25 Taiwanese food stalls with chefs from Tainan and Hualien brought their delicacies to the Singapore shore. Queues would form as early as 5 p.m. when the stalls open for business. And one dish that got people raving is the coffin bread. But what's the reason for the unusual name?那我也前就是在那个美军里面当那个厨师，那美军的那个厨师里面有教他，所以他才会弄这个。啊，他弄起来的时候，那个教授就觉得说，哎，这样看起来像，他挖个洞，然后他调他特制的龙，我们的料理给他吃。然后说，哎，这是很像那个棺材，这个叫棺材板。那把它叫成棺材板，会不会有人家有进进忌啊？在台湾不会，在这边有，所以我们来的时候有准备那种，像棺发财，应该你看前面有那个我们第一个那种做那个，其实这是很吉利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台湾做的那个，因为它比较硬，感觉像豆干，这个叫豆干面包，豆干面包。那你看哦，它炸起来，你看它跟一般的面包是不是不一样？看起来就像豆腐，所以我们硬度这样子叫豆干面包。为什么需要比较硬的面包？因为它比较不会吸油，而且，它的香味很浓。
不能太久。你看，这个也不能退冷切哦，因为它会冒蒸汽，会皮会怎样冷掉。所以你看，要马上切。这个是切出来，然后把馅料放进去吗？对，因为我们的面包的香味加我们的馅料，就是清起来吃起来很柔顺。这个的馅，我们擦起来。就把它切开，倒在这里面，好，有没有？给它，OK， 给它融掉，然后变成液状，然后再让它滚开了以后，就变成这样。嗯，变液状了没有？还有，那是我们的鸡汤。鸡汤是等一下再放进去的，这样才会更香更甜。好，你要让它溶解。好，来，给你看，刚才是不是有一粒一粒的？现在不会了，有没有？好。那现在开始咯，开火咯。嗯，好香哦。那你看，看那有那种，哦，有没有一颗一颗小颗的？有没有？不不，有没有？那对，那就 OK 了。有没有？有了哈，关掉，慢慢加。芥汤是我们都没有加任何，加任何你说的是盐、胡椒，没有加任何所谓的不好的，都是很健康的。嘿，我奶奶吃到95岁。OK。